中国重庆，一座充满人生哲学的城市。它告诉我们，人生无非就是起起落落，有时在爬坡，有时在下坡，总是累得打哆嗦。还好这里有火锅、小面、棒棒鸡、抄手撕巴、毛血旺、脑花、豆花、蹄花汤。第二天中午啊，我们来到了一家重庆江湖菜馆，叫做同源酒局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装修啊，就非常有那种川渝的感觉，在跟广东就非常不一样。因为其实在广东的酒店饭店里面，一般是很难看到像这种方形桌子的，因为广东讲究团圆，就即使是小桌它可能也是小圆桌那种。川菜呢，其实是分为三个更细分的菜系的，叫做上河帮、下河帮和小河帮菜。重庆这边也叫做下河帮菜。下河帮菜的特点呢，就是它是江湖菜，重油重辣，然后是具有带有一个码头文化在这里的，就跟乐山、成都是不太一样。乐山、成都呢是属于上河帮菜，相对来说他们是更加传统精致的川菜，比如说像蒜泥白肉啊，那个开水白菜这种。我还点了一个杨梅冰汤圆，我来试一下吧。这个火爆双脆，我特别想吃这个。菜呢最讲究的就是火候，掌握好它的火候，它才会脆度足够，就不会说太老太韧变韧掉。它刚才就是脆脆的，然后它有很多调料，泡椒、生姜、葱、泡姜，它就会有点酸，酸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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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我很怕吃鱼，吃那种有刺的鱼，特别是鲫鱼这种鱼刺特别多的，还是试一下吧。这个的味道跟这个味道就不是特别一样，这个味道呢更多的是鲜椒的味道，这个呢更多的是泡椒的味道。这个是不是叫雷辣椒皮蛋还是什么？全是下饭菜，这是凉菜，有点咸，空口吃不下。哎呀，都不看路。前面还有多少桌？还有39桌。太冷大概要到啥时候？3个小时左右，可能会。3个小时左右。先吃一个东西，然后就出去玩了。出去下一个景点玩，我们来这里吃晚餐，吃相当于吃宵夜，酒店火锅店。我们6点钟来到前面40桌，主要这里离家很近，3个小时左右。我觉得晚点吃对我来说也 OK。我们先再去走一下吧，看要不要换一个别的吃法，是就是再玩一会儿再来这样。是9:11，我们6点钟取的号，等了足足3个小时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他
到底有多好吃。这是什么茶呀？是加的什么？老鹰茶。啊、哦，好。干杯。这里跟这里吧。好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是在那个美团上点的套餐。看这要虾滑，还能转，就像好像一个八音盒那种，还挺有情调的。饿呀饿呀！这个锅开了，我们先把这些耐煮的东西放下去行。超大块。这个卤鸡爪子也放进去，它也可以慢慢煮。这个豆皮也放进去。好了。还没煮出味儿来。还没煮出味儿来。越来越辣是吧？先看块毛骨。七上八下。数了。没数。这样吃没有那么辣，比起空口在那个锅底汤，这样没有那么辣。正常应该的，我可以少一点。好，我可以少一点。好的。捞个冷鸳鸯血，那种鲜鸭血是威哥的最爱。它这个锅底味道是很重的，其实虽然这边排队要排很久，但总体来说就是排队的体验嘛，不算太差吧。因为它你在外面排队，它那边会排队的位置啊会放那种大的风扇在那吹，所以呢也没有说就是很热和很难受，就时间太长了点嘛。美女，你们一般什么时候排队人最多呀？差不多每天都是排队的，就是因为放假了嘛。哦，现在熟悉的人都多。中午的时候会要排队吗？也要排。是。晚上九点之后排号的人会少一些吗？就是周一到周五吗？对。会比平常少一点吧。就周末还是会人很多。特别的多。那会不会有人就排着但吃不上那种，就在这等，然后再太晚吃不上？会呀、啊，也会有。那他们不会给你差评？这个我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排太长了。哇，这豆干，密集恐惧症的人看的应该会觉得很恶心。我一个四川人还没我能吃辣。我们小男孩有个干的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来这吃的广东人多吗？有吧，他们会不会就是蘸着几盘水在这？也有蘸水的，他觉得很辣。这最不辣的是什么辣？是鸳鸯锅微微辣。鸳鸯锅微微辣。是谁来这吃火锅？要蘸水的，要蘸清水的，自己承认啊。是藕的拉丝，实在受不了，加了一个甜品，我这是白雪冰汤圆，还有个瓜油水。啊，牛奶冰这是，这绝对是我这几天吃到的最好吃的冰汤圆。它这汤圆就一点都不是那种硬硬实实的，它就非常的软趴。看这鸡爪都多烂了，烂成这个样子。你要黄黄的试试吗？嗯，我觉得鳝鱼丝。啊，我们家的鳝鱼丝。
下饭能吃到，很明显那种虾肉，一块一块的。对对，虾肉。我觉得太辣了，这个舌头不能再碰到任何辣的东西。然后我没有想到这个会辣这么辣。第一次吃鳝鱼丝，没有啊，吃。怎么样？没啥鱼味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点脆脆的，它不是鱼肉。正常那种软的口感，但稍微有点嚼劲的感觉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火锅就吃到这了，拜拜，下期见。你们现在吃完了吗？大概也就三个月了。那我们重庆的行程就要结束了，明天我们要去。老大爷，我这个身材就很 fit， 吃完依然是这么的 fit。不要吸，嗯，不要吸肚子，没有吸啊，吸着呢。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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